紧张紧张。好，有哪些呢？有第一位是 Simple 笨拙了，这个是前艺术工作室。第二位是流浪的歌，流浪的歌是华纳国际音乐股份有限公司。第三位是歌飞过群山，好，这是蜂巢音乐国际股份有限公司。那么我再来重复一次哦，今年的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有包括 Simple 混浊了、流浪的歌，还有歌飞过群山。那我们恭喜。